好，第三场比赛现在开始。最后五，现在五号马其实狼城跟12号马有落后，开的比较落后。那么现在领先的是6号马御龙神曲，2号马天路跟6号马御龙神曲现在处于领先的优势。11号马现在泰山雄鹰也是紧随其后。7号马富安公主刚刚提到他的父亲非常的著名啊，现在这四匹马形成了领先的梯队。御龙神曲现在还是暂时处于一定的比较小优势的领先。富安公主现在已经感觉马上要回反超他了啊！御龙神曲跟富安公主现在齐头并进，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后面的赛马，因为刚刚的比赛中就是一直处于很后面、很中间位置的这个赛马，它最后的冲刺中冲了出来，现在来到直道，富安公主感觉有一定的这个领先。啊，但现在好像我们看到这个，应该是11号马泰丹雄鹰冲了出来。泰丹雄鹰在弯道过了之后，直接的超越了这个富安公主。那现在三号马通骏也是到最后的时候冲刺速度非常快，但是泰丹雄鹰的成绩非常的优秀啊，在之前已经确立了很好的这个优势。